我觉得在这个事业中想要成功的话，我觉得就是说自己的心态一定要保持，就是说要一个乐观的心态，要有一颗爱啊，就是要爱大家，就是要有一种分享的精神，保持一个能量。这个事业不是靠能力来做的，是靠能量。所以我们要一定要跟上公司，跟上就是我们的老师一起学习啊，让自己永远保持一种激情，我觉得这是最棒的，一定能，大家都能成功。谢谢大家。